上的各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这一节课我们学习第二十品经文，这品经文的题目是《德风花雨》第二十，我们还得继续旅游，继续参观游览西方极乐世界的美景。这一品经文呢，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风和雨。这个风是什么风呢？是德风。这个雨是什么雨呢？是花雨。这个是我们娑婆世界所没有的。先看看这个经文的题目，德风花雨。德风怎么解释？风有除垢灭罪之德，所以称为德风。就是这个风啊，它能够除垢，能够灭罪，所以称它为德风。那个花雨呢，这个华和那个花是等同用的。这个花雨是指妙花飘聚如雨，所以称为花雨。它下的不是雨，实际是花，那个花纷纷飘落下来，就像雨一样。看下面这一段经文，七佛国土每于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击中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这一段经文是说，极乐世界每隔一段固定的时间，就有自然的德风慢慢的吹起，风吹到罗网和众宝树之间，能够演出微妙的音声。这个音声它在干什么？是在说法。说什么法呢？说苦空无常无我的小乘法和诸波罗蜜的大乘法。就是这个音声不单说小乘佛法，而且还说大乘佛法。大家可能对这个有点疑惑，这个时时啊是什么时间？那按我们平常来理解呢，那就是吃饭的时间。在这里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个比喻，一个借用的说法吧。这个时时是以我们这个时间吃饭的时间来比喻一个固定的时间，因为我们人世间吃饭基本上时间都是比较固定的，所以在这里用时时来说明极乐世界每隔一段固定的时间就有自然的德风慢慢的吹起。看下面几句经文，七佛国土每于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击众宝树。刚才我说了几句，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每隔一段时期就会有一次德风花雨。这个德风花雨是怎么来的？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所以在一定的时候是告诉我们，刮这个德风下这个花雨，实际上是阿弥陀佛在说法。用什么来说法？德风在说法，
妙花在说法，就是风和花都在说法，他们说法也就是阿弥陀佛在说法，这叫什么？这叫六尘说法，这是无比殊胜的奇妙，也是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警策大众要精进不懈，所以在一定的时候自自然然的得风就徐徐吹起。后面讲到了它是一天六次，就按我们这个时间来说，所以你说是不是时时在提醒大众要精进不懈。吹诸罗网击中宝树，微风吹动，罗网上是系着宝铃的，宝树的枝叶花果都是众宝所成，所以微风一吹动，就像风铃一样，发出的音声就像最美妙的交响乐一样。下一句，出微妙音，那这个微妙音是个什么样的音？它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微妙是说音声的美妙。第二层意思，能说法，所以这个微妙音是这两个意思，一，音声美妙，二，能说法。既然是能说法，那就是在这里的大众，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想听什么法就说什么法，这个真是太奇妙了，我们怎么想象都有点想象不出来。他们在说什么法？下面几句，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这三句是比喻小乘法，就说这个苦空、无常、无我，这是小乘根性的人最喜欢听的法门，这是给小乘根性的人说法。往下，诸波罗蜜，这一句这是大乘的菩萨法，你是什么样的根性，你喜欢修学哪个法门，月生之中就为你广宣演说，奇妙无比，不可思议。我们仔细回味回味，就前面这一段经文该有多么奇妙无比。下一段经文，留步万种温雅德香，七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而且德风催送出种种温和雅正的香气，人们嗅到这种香气之后，烦恼习气自然就生不起来。这个是说这个德风它的作用还吹除香气，而且这种香气呢能让众生的烦恼习气自自然然的它就生不起来了。具体解释一下，温雅德香，温是香气温和世人，雅是香气远离爱染，染着的染，这种香气它能够远离爱染，那个温雅就是温和雅正。德香，为什么说这个香是德香？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的香味儿有除去烦恼的功德，所以称为德香。尘劳垢习是指烦恼习气，叫尘劳垢习。宝树罗网，它不但有光，而且有色，有音声，还有香味儿。宝香闻了之后，使人心开意解，断烦恼，破无明，除习气，它有这样的功德。我们世间的香没有这几种功德，我们世间的香也有一种功德，是什么呢？可以辟邪，可以除疾病，可能很多同学都知道，特别是某些传染性的疾病，好香能够治病。但世间的香不能说法，不能帮助我们断烦恼、断习气。西方极乐世界的宝香是从性德里流出来的，是乘性功德，能帮助人明心见性。现在说到这个香，我想说说我们学佛的同学们，每个人家里都供有佛像，每天都要烧香。大家烧什么样的香，我不知道你们都用什么样的香。我听人家说，我们烧香一定要选用那种香料好的香，就是上等香。有的同学可能有时候图一便宜一些，买那些质量不是太好的香，那个是污染空气的。另外还有一些无烟香，有同学跟我介绍说，那种无烟香你表面看起来无烟，实际上它是有毒的。所以我们同修在选择上什么样香的时候要注意了，宁肯多花一点钱去买那个好香来上。看下面几句经文：风触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这种得风接触到人的身体，让人感到非常安和，调心适意。这种快乐就像比丘正得了灭尽定一样。说说这个灭尽定，先说灭尽，指见思烦恼断尽了，叫灭尽。灭尽定合起来是四果阿罗汉所证得的定功，叫灭尽定。这几句经文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是说风的妙处，触动那个触，说风吹到身上，你身体接触到这个风，你会感觉到非常舒适。安和调适，经文里是用这四个字来说的。安和调适就是非常的舒适的意思。这个世间微风吹动，我们接触到能感到安和，但是没有感到调适，这是指我们娑婆世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得说是微风吹到了你的身上，你会感到安和，但是它不起调适的作用。调适是什么呢？是能够扶助我们的烦恼，
扶助我们的习气。西方极乐世界的风接触到身体，有这样不可思议的功德，他所达到的境界就好像比丘得灭尽定。下面我们再来说说比丘得灭尽定是什么意思。这一句话就是证阿罗汉果，就是比丘得到了灭尽定，他就证得了阿罗汉的果报。比喻什么？比喻见思烦恼断了。比丘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出家人，出家人修行见思烦恼断了，证阿罗汉果，那种快乐我们怎么想象也想象不出来。因为什么？我们没有入这个境界，怎么想也想不出来。佛在经上讲，色界天人禅悦为食，在禅定中得到无比的快乐。因为色界天人的境界，欲界天都想象不出来。也就是说，在禅定中得到的这种快乐，不是欲界所能想象出来的。我们欲界是无欲之乐，比不上禅定之乐，禅定之乐决定超过无欲之乐。如果这个禅定修到了第九定，见思烦恼断尽了，这时的禅定之乐绝不是四禅八定可以相比的，这是九次地定所得的快乐。这里是比喻极乐天人的乐受，就是快乐的享受，乐受。看下面一段经文，复吹七宝林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耳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兜罗年，足履七上，莫伸四指，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这一段经文是告诉我们，德风吹动七宝林树，飘下来的花很有次序。这个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这个开花的树，那个花被风吹落，肯定是纷纷杂杂的往下飘落。而西方极乐世界树上飘下来的花，它是有次序的。什么样的次序呢？就是随着这花本身各种不同的色光自然聚在一起。那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红色的，红色的聚在一起，粉色的，粉色的聚在一起，黄色的，黄色的聚在一起。我们这个大家想一想，这是一种什么样奇妙的境界。那个花不用谁指挥，它自然就分开堆儿了。我们用老百姓的话说，它自然就分堆儿了。你该是哪堆儿，你就上哪堆儿去了。而且这些飘散下来的花是遍满佛土，随着各个相同的花色自然形成的有次序的图案。大家想，红的、黄的、绿的等等，一堆一堆的，是各有各的光色，然后它们再聚在一起，形成了带有次序的图案。大家想，
该有多么美了。这个图案没有丝毫的杂乱，而且柔软、光明、净洁，像什么一样呢？像兜罗绵一样。你的脚踩在这个花上，会陷下去四指深。大家想想为什么？因为这个花它是松软的、柔软的，所以你踩下去，它陷下去四指深。当你的脚抬起来的时候，它立刻又恢复了原状，说明这花有弹性。这一段经文主要是给我们讲什么呢？是讲花语在地上的庄严。这一段主要是讲花语的庄严。这里面刚才说到一个词叫兜罗绵，兜罗绵是印度一种树的花序，在这里呢就是形容细软的意思，不单细而且软，用兜罗绵来形容。这一段往深的说一说，就抛开它字面的意思，我们说说它的深刻含义。这一段经文是讲雨花的功德，风有功德，雨花照样有功德。这一段经文是讲雨花的功德。西方极乐世界的宝树上的花是不生不灭的，不像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花是有生有灭的。极乐世界宝树上开的花是不生不灭的，人是无量寿，万物也是无量寿，当然花也是无量寿。这些个天雨妙花是极乐世界空中的庄严。大家想想，我们前面讲到了地上的庄严、树的庄严等等等等，这一块讲的是极乐世界空中的庄严。用什么来庄严？用雨花来庄严。想想我们这个世界，人家西方极乐世界空中降下来的是雨花，那么美丽，那么漂亮。我们这个世界从空中降下来的是什么？大家都有切身的体会。我们这空中降下来的是灰尘，落下来的是冰雹，还落梅雨，还落雾霾。大家想想，和极乐世界怎么比？我们现在被这个雾霾呀搞得真是人心惶惶。前一段时间，去年这一年呢，好像哈尔滨的雾霾发生了好多次。这个雾霾呀，它里面是有很浓重的毒气的，所以你想，空气有毒了，水有毒了，你怎么生活？所以我们想想，我们这个世界空中降下来的都是有毒的东西，极乐世界空中落下来的是宝花，宝花落在地面上有种种的色光，花的颜色不一样，当然它的光彩也不一样。落在地面上，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就像那个厚厚的花毯一样？我们这里的最高级的地毯，那个花地毯，你想想，能有这个花地毯那种功能吗？我们现在最高级的地毯，你踩上去软软的，那就相当不错了。它绝对不会陷下去四指那么深，然后你脚抬起来，它又恢复原状，绝对没有这样的功能。而且，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花铺就的地毯，
不用设计，它是自自然然飘落下来的，飘落下来自然就成了美丽的图案。按经文里的话说，随色次第而不杂乱，这八个字我们用四个字来形容，美不胜收。虽然它的质地是漆薄而成，但是它非常柔软，用途非常广泛。经文说柔软光洁，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它是光明清洁的，如兜罗棉，这是告诉我们它是轻软的，是有弹性的，脚踏下去莫伸四指，脚抬起来还复如初，一幅多么美丽的画面。看下面一段经文，过十时后，七花自没，大地清净，更遇新花，随其时节，还复周遍，与前无异，如是六反。更遇新花，遇是动词，表示从天空往下下降，这个字在这儿念遇。这一段经文是说，过了这一个固定的时间之后，花语的现象自然就没有了，不管是花现还是花灭，大地都是一样的清净，随着时节又降下了新花，所降的花与前面一样遍布大地，就这样循环出现六次，算是一日。我刚才说了一句，就是一天这个花要降六次。我在看经文的时候，看其他经典的时候，关于这个玉花啊，是这样说的，到一定的时节，这个花不是降下来了吗？到一定的时节，原来降的这花就没有了，又降下来新的花，如果没有新花再往下降的时候，原来那花是不会没有的，就是这么解释的。所以看这多有次序，很有规矩。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字叫更，那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又的意思，这不是说更遇新花吗？就是又一次降花了。这个遇刚才我说了，就是降落的意思。还有一个时节，随其时节，这个时节怎么解释？这是古印度一日夜分为六个时辰，古印度一日夜分为六个时辰，这六个时辰是初日、中日、后日、初夜、中夜、后夜，这是印度的六个时辰。无量寿经从第十四品到第二十品都是说的六尘说法，具体说明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超胜十方诸佛刹土的不可思议之处。经典里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句句都真实，没有一个字是妄言。佛在《金刚经》上讲的，如来是真语者，真就是不假，实语者实就是不虚，如语者如
就是讲到恰到好处，没有增加一点，没有减少一点，完全与事实相符。当然，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是说也说不尽的。这里呢，略举几个与我们这个世界生活比较接近一点的，说了我们能够理解，对我们有真实的利益。佛说的我们都能够得到，佛的恩德太大了。我们只有真正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才能报佛恩。不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佛的恩德是永远无法报答的。下面说说这一品经文的要点。这一品经文主要介绍西方极乐世界风的德能，以及空中玉花的庄严。佛在经典里所说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句句都是真实的。如来是真语者，真就不假；如来是实语者，实就是不虚；如来是如语者，如就是讲到恰如其分，完全与事实相符，既无增加，也没有减少。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是说之不尽的，佛给予我们是真实的利益。我们只有真正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才能够报佛恩。如果我们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的恩德是无法报答的。下面我们接着学习第21品经文。经文的题目是宝莲佛光第21。这一品经文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宝莲。西方极乐世界的宝莲是放光的，光中化佛，佛又说法，重重无尽，不可思议的瑞相。这是特别说明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中最殊胜的一段。我们这几天去周游的都是非常漂亮的美景，是最好的景点。今天我们现在要去看的，去看西方极乐世界的宝莲，它是怎么样放光的，怎么样现瑞相的。希望同学们跟着我的思路，咱们一起继续去旅游。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七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36百千亿光。这一段经文比较长，我们慢慢来说。在极乐国中，由众宝所成的莲花周遍布满整个极乐世界，一一宝花个个具有百千亿花瓣，
宝莲的光明具有种种无量的妙色，青莲放青光，白莲放白光，乃至玄黄珠子，它的光色也是这样。又有无量的妙宝和百千种的摩尼宝，都应是真妙奇特，明耀日月。莲花的大小，有的是半游旬，有的是一二三四游旬，有的甚至是百千游旬，大小是不等的。一一宝莲花中放出36,000,000,000光明，光华灿烂，奇妙无比。这是总的把这一段经文给大家解释一遍，下面具体的往下看。这里面有个玄，玄黄珠子的玄是表示黑色，我们记着这个玄是黑色。应饰是映照装饰，出36,000,000,000光，这个36是代表四徒九品，这个可能以前我们没接触过，我再说一遍，出36,000,000,000光，这里面的36是代表四徒九品，百千亿是代表数量，无量无边，不可计算。在各个品种中有百千亿莲花，一一莲花又放无量的色光，所以说出36,000,000,000光。因为莲花的光色不同，所以它放出来的光交叉辉映，因此在这里说36,000,000,000光。下一句，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这一句是总说，西方极乐世界也称为莲花世界。莲花在佛法里有特殊的表法作用，好像我们这个世界的标志招牌一样，那就是说莲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标志和招牌。这个莲花代表什么？代表清净不染，就像我们在华严经里念到的，真心本来清净，本来不染。莲花就是这样的，它是本来清净，本来不染的。我们都知道莲花是生长在污泥里，花是开在水面上，佛用这个来表法，它根扎在污泥里，污泥代表六凡法界，就是六道，六道是污染的。泥的上面有清水，这个清水表示什么？表示四圣法界。莲花开在水面上，说明莲花连四圣六凡哪个都不染，不但不染六道，就连罗汉、圆觉、菩萨、佛也不沾染，因此莲花是代表一真法界。这回我给大家解释的比较清楚，莲花表什么法，它代表什么？莲花表一真法界。西方极乐世界处处都是莲花，因为十方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莲花化身。极乐世界的人数经上讲是没有办法计算的，
没有办法想象的，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太多太多了，不单是人，而是十方世界往生的众生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很特殊，特殊在什么地方？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是无量寿，往生到那里的菩萨们都是无量寿。所以说人无量寿，花也无量寿，但是莲花在西方极乐世界属于比较特殊的，因为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是有生有灭的，这是西方极乐世界唯一有生有灭的一种现象，除了莲花之外你找不到任何有生有灭的。为什么莲花有生有灭？前几天我跟大家交代过，因为这个莲花不是阿弥陀佛化现的，是我们念佛人念佛念出来的。有一个念佛人发心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只要这个心一发出来，七宝池中就有一朵新的莲花开放，上面有念佛人的名字。如果这个念佛人他的功夫好，这个莲花长得就快，颜色就光鲜亮丽。如果他念佛的功夫不好，比如说有时候懈怠，莲花就长得慢，光色也不好，比较暗淡。一旦这个念佛人退心了，他不念佛了，这朵花就枯死了。我还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接引往生者的时候，拿着的就是有往生者名字的那朵莲花，就是念佛人自己念出来的那朵莲花。我们大家想想，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绝对不会接错的，因为上面有你的名字。所以我在这里讲了这么一段，就是告诉大家一定要精进念佛，让我们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中的那朵莲花越开越大，越开越艳丽，将来我们就坐着自己念出来的这朵莲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下面一句，一一宝花百千亿叶，大家看是百千亿叶，就是一朵宝花就有百千亿叶，这个我们想这不是太奇怪了吗？怎么有那么多的叶呢？这句话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莲花的形状和它的光色。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跟我们这个世界的莲花不一样，世间的莲花花瓣没有那么多，而且那个花瓣很宽。佛经上是这样说的，佛的眼睛就像青莲花的那个花瓣。我们仔细琢磨琢磨，我们每天都看佛像，就是佛的眼睛就像西方极乐世界青莲花的花瓣一样，它是细长的。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它的瓣是细长的而且多，我们这个世界的莲花那个瓣是比较宽的，而且它是没有那么多。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像我们这个世间的菊花一样，这个大家能想象得出来，我们这里的菊花是什么样的形状，就类似于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下一段，七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
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亦然。阿弥陀经讲这个色，只讲四色，为什么？因为这四色是原色，这四种颜色的调和就能调和出无量的色。音声只讲五音，五音调和就是美不胜收的交响乐，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莲花的光色是无量无边的。下面几句经文，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这几句经文是告诉我们，莲花是七宝所成的，光色庄严之极，花上还有许多摩尼宝的装饰品，摩尼就是如意的意思。喜欢什么样的装饰，它就变成什么样的装饰。西方极乐世界一切受用，不需要设计，都是应念现前。你心里动个念头，摩尼宝就现前了，光明照耀，如同日月。下两句经文是，彼莲花亮，或半幽熏，这个是说的小莲花，小莲花半幽熏。下面两句，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幽熏，这是说的大莲花，大小相差很多。为什么？因为你念佛的勤和惰有关系。如果你勤，花就大；你念佛，你有惰性、懒惰，那花就小。念的勤，莲花就大；懈怠，莲花就小。你心地清净，莲花的光色就殊胜；你心不清净，莲花的光色就不是那么太好。这里告诉我们，这个莲花实际上是我们念佛人的果报，信愿持名是因行，因行与果报一定是相应的。看这一句，一一花中，这是说每一朵莲花都有这样的功德庄严，无论是半幽熏的小莲花，还是千幽熏的大莲花，都是放光的。看下一段经文，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殊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这一段经文是告诉我们，宝莲花放无量的光，一一光中又现出三十六百千亿佛，看看这个数量之大。佛身都是紫磨真金色身，相好无比，殊胜庄严，而且在这个光中又化现出一一化佛，又放百千光明，他们普遍为十方世界众生宣说净土法门，光宗所化现的佛个个安立于无量众生与念佛成佛之大道。大家想想这个画面，
宝莲放无量光，在无量光里又现出36,000,000亿佛，实际上就是无量无边的佛。然后这个化佛又放光，互相交映，该是一种什么壮丽的景象，真是美妙极了。下面看这个词汇，佛正道。什么叫佛正道？就是念佛法门。反正从讲到现在，不离无量寿经，不离这个念佛法门，这个要点大家一定要牢牢记在心中。下面看这两句经文，一一光中出36,000,000亿佛，前面我说了，莲光化佛，莲光化佛，先说光中化佛的数量，然后再说佛的相貌。这个前两句是说的数量，下面两句是说的相貌。身色紫金，相好殊特。很明白，就是说佛的相好无比庄严。下面两句，一一诸佛又放100,000光明，光中一一化佛又放出无量的光明。下两句，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这一品经文总共说了7件事情，我从头给大家理一理。这品经文说了7件事情，我们再回过头来再回忆一遍，这7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情，莲花周遍世界。第二件事情，莲花的花瓣甚多，一一花中有1,000,000,000叶，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光色无量，就是莲花放光，光色无量。第四件事情，妙宝庄严，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切都是妙宝所成的。第五件事情，告诉我们宝莲的大小。第六，莲放妙光。第七，光中化佛，佛为众生说法。这就是这一品经文里说的7件事情。西方极乐世界以莲花为佛事，用这种巧妙的方式接引十方世界的众生，帮助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当生成就无上菩提。我们人人都喜欢莲花，都爱莲花，我们和莲花的关系非常密切。希望同修们好好念佛，把你的那朵莲花念得艳丽无比。下面说说这一品经文的3个要点。一，这一品经文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宝莲，宝莲放无量光，光中化佛无量无边，无量化佛又放无量光，无量化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念佛成佛之大道，普遍为十方世界众生宣说净土念佛法门。第二个要点，西方极乐世界以莲花为佛事，用这种巧妙的方式
接引十方世界的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当生成就无上菩提。第三个要点，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中的莲花有生有灭？因为莲花不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是十方世界众生信愿持名变化而生的。念佛人求生净土，信心坚定，愿心恳切，莲花就大，光色就好。退心了，不念佛，莲花就枯死了。所以七宝池里的莲花有生有灭。今天的交流就到这里，感恩大家，阿弥陀佛。